我要转艺术，我想完成我妈没画完的画。思年哥，你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好了，你一定能成功的。上课了，上课了。起笔果断，落笔缠绵。这幅画是原作。 原画的画家心里头一定是藏着万水千山，后人很难重现。可是临摹者在走笔之间，却有着不输原作的辽阔心胸。你母亲临走之前跟我说过，她非常舍不得这幅画。 其实啊，文物这种东西，严格讲，它没有生命，是吧？一张宣纸而已。但是，当你在这张宣纸上注入了你的心血，它便有了你的影子。东西在，人就在。人呐，总是要走的，或早或晚。 如果你能给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，那你就不枉此生。罗爷爷，我想成为和我妈一样的人。 我想完成这幅他没有完成的画。思年哥，慢点儿，我又不会跑。看什么呢？长肉了，脸色也变好了。小雪。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，你说。我要转艺术，我想考美院。乔木姐的学校。嗯。学什么？画画。毕业了，做古画临摹。那老师同意吗？不同意。可我还是要转。可是，现在转的话来得及吗？ 我看其他学艺术的，从高一就开始学了。你不信我？我当然相信你了。我是不相信你现在的眼光。思年哥，那你以后会在文修院工作吗？嗯，我想完成我妈没画完的画。干嘛？鼓励你，思年哥，你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好了，你一定能成功的。上课了，上课了，赶紧进教室上课了。哎，我回去上课了啊，思年哥，拜拜。